因为在加拿大，老实讲，吃东西会比较贵，而且比较不是那么方便，所以我们自己下厨的机会很多。第一个，我们就养成喜欢逛超市，几乎两三天两头就会跑超市。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回到家里面，当然就是会希望能够再开始做料理啦。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喜欢种一些香草植物啦，或者是上种一些简单的青菜，所以我觉得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把时间都花在让这一些可能在台湾比较难去一起做的事情在那地方发生，让我们更有一些凝聚力。这样做这道料理它最成功的地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饮用气泡水来炖煮这个猪肉。通常我们在外面会听到说用可乐啊，做可乐鸡或者可乐炖肉，免不了会因为可乐的关系添加了额外的糖分进去。用气泡水的话，它不仅是达到同样的效果，可以让肉质软化，它也可以让我们在炖煮的时候或者在吃的时候减少我们所摄取的糖分，也呼应了现代的人他们健康饮食的概念。小时候跟现在长大真的差很多，因为小时候基本上就是我煮三餐，我大概都会以家常菜为主。当小孩长大，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兴趣跟做法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发现，真的不太一样。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稍微困难一点、困难度高一点的菜，我就会开始用在外面餐厅品尝美食的心情跟态度来吃这样子。那常常就会觉得，其实有会做饭的儿子还真是不错。